今日 ET 個股推介係創科669，經濟日報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係港股出現整固，咪造就低級優質股嘅機會，建議聚焦盈利確定性高相關股份，當中可以關注受惠美國房屋市場向好嘅創科，創科產銷電動工具、地板護理及清潔產品，北美洲係公司主要收入來源地，咪就佔比77%。美國新屋銷售自去年七月起反覆回升，今年六月錄得697,000間。按年升24%，美國樓市回暖，有利創科電動工具，好似電鑽、磨砂機、切割機的銷情。大市短期回吐，而創科昨日逆市升3%，若果守到突破位89元可以考慮買入，否則可以等到上升季85元再作部署，先上望100元關。近期的大行目標價之中，平均價大約108元，潛在升幅大約16%。